Wanita ini sebelum menikah hamil dengan 5 anak kembar. Dan untuk menghidupi 5 anaknya, wanita ini harus bekerja di 26 perusahaan dalam sehari sebagai pembersih. Tanpa diduga, 5 tahun kemudian, ayah kandungnya ternyata adalah seorang CEO miliarder. Jadi dia mengemas dirinya sebagai pelanggan terhormat di perusahaan tersebut. Dan CEO miliarder di sini baru saja tiba di perusahaan. CEO tiba-tiba melihat seorang anak laki-laki muncul dan memanggilnya ayah. Presiden langsung terkejut. Tepat saat presiden terkejut, anak laki-laki kecil itu mengeluarkan sertifikat tes garis ayah. Presiden melihat di dalam sertifikat tersebut menunjukkan bahwa 99,99% keduanya adalah ayah dan anak. Dan detik berikutnya, ibu yang kebetulan sedang bersih-bersih di sini bergegas menghampiri. Ternyata 6 tahun yang lalu, ibunya baru saja meninggal dalam kecelakaan mobil. Tanpa diduga, ibu tiri dan saudara tirinya ingin menjualnya kepada pria berusia 80 tahun. Sebagai imbalannya, dia mendapatkan hadiah pertunangan ratusan juta. Gadis itu dengan cepat mendorong mereka dan melarikan diri. Kebetulan gadis itu berpapasan dengan CEO yang hendak keluar. Gadis itu ingin menghindari ibu tiri dan saudara tirinya. Jadi ia dengan cepat mendorong presiden ke dalam ruangan. Dia hanya ingin meminta bantuan presiden. Tanpa diduga, obatnya mulai bekerja. Dia langsung jatuh ke pelukan CEO. Demi menyelamatkan gadis itu, CEO yang baik hati harus mengorbankan dirinya sendiri untuk menyelamatkan wanita ini. Jadi keduanya menghabiskan malam yang menyenangkan. Dan untuk menolak pernikahan paksa ibu tirinya, gadis itu diam-diam melahirkan seorang anak. Tak disangka, para dokter kaget, ternyata gadis itu sedang mengandung 5 anak kembar. 6 tahun telah berlalu dalam sekejap. Gadis itu bekerja sebagai pembersih di 26 perusahaan untuk membesarkan 5 orang anak. Dan anak-anak yang berakal sehat tidak ingin ibuku terlalu lelah. Jadi begitulah adegan pembukanya. Jadi
Jason Bazenthal.小朋友，你没事吧？醒醒！妈妈和二哥怎么还没出来呀？里面不会有怪人吧？我们要不要进去救他们？看，他们出来了。据我调查，雇员他应该不是坏人，小猫也不想让我们和 Daddy 亲热。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结婚啊。那让他们结婚不就好了？这样我们又有妈咪，又有 Daddy 了。哎，你不懂。我怎么不懂？是我的。洛奇赛博学聪明了。走，妈咪回家，吃饱饱肯定要遭殃了吧？都叫好了，说，那是谁的主意？妈咪，是我，烦我吧。妈咪，是我，我是哥哥，他们都听我的。林洋洋，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一天打三份工就已经很累了，能不能别给我找麻烦？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么辛苦，所以想找到 Daddy， 他对我们有抚养义务。对啊，妈咪，这样你一天就不用打三份工作了。妈咪，求求你不要烦哥哥了。这样吧，今天我带你们出去玩好不好？你去把月月叫出来。妹妹她喂，林前女士吗？您的女儿林月月现在正在医院，请您马上过来一趟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们在说什么？好，就是没事了。没有，我要是有这么个重孙女儿就好了，多可爱呀！唉，都怪顾源这个臭小子，三十几了还不结婚生孩子。我还没进门就听到奶奶在骂我了。这是我孙子，你叫顾叔叔。弟弟爸爸。你叫我什么？弟弟呀。爸爸的意思。这孩子跟你有缘。是，没事吧？林姐。没事，你在忙，我先走了。妈咪。你是他妈咪？哎呀，不是啊，怎么我不认识？别乱叫妈咪啊。到底想逃到哪儿去？你抓住我怎么逃呀？对，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到底偷了几个孩子？一个，就一个。现在两个孩子都叫我爸爸，哪还说这一个？星星是男孩子，月月不是，月月是我跟别人。还撒谎？我没撒谎，真的。月月就是没见过他爸爸，所以就很好奇而已。你看，月月比星星矮那么多，不信你去查户口本。顾总，根据医院记录，小女孩的年纪是要比小少爷小一岁。当初月月出生的时候发育不全，还一直生病，上户口晚了一年，希望能把顾月糊弄过去。你看，没骗你吧？都跟我在一起了，还跟其他人的小孩，不守妇道的女人。
干嘛啊，何源？说不出，乃曼你跟星星的不是关系。什么？嫌你带，我带星星，你这种女人配做我孩子母亲？不可能！这么离不开我呀？行，我再给你一个选择。什么？带着星星嫁给我，我可以不介意你的一些东西，也接受你的秘密，但是从此之后，你必须在我身边一步都不能离开。你好好考虑一下。顾源，想抢我孩子，你做梦！好啦，宝贝们，都说一、二、三、四、五。我问你们啊，如果有人跟我抢你们的话，你们选谁？真乖，不枉我辛苦打工养你们。喂，你好，江城酒店，上门保洁，马上就到。妈呀，你仔细看看他是谁。哦，原来是林家大小姐林浅呀。这林浅不是跑了5年了吗？怎么突然间跑回来了？天津大小姐变成保洁大妈了，真是天道有轮回呀。这下还好皮卡了。5年前你大着肚子跑了，我还以为你去哪儿过什么好日子了。真没想到你怎么当起保洁了。妈，你看他穿的那身衣服，见人呀天生就适合干下家。保洁怎么了？至少我靠双手挣钱，哪像有些人啊连小三儿抢别人家产。看看自己现在什么身份，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们说话。没想到啊林浅，你现在混得这么惨，你说要是你那短命鬼的妈知道了会不会气活呀？你不配提我妈。提你妈怎么？你一个臭保洁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身份，不是上门保洁吗？跪下来挺干净，我给你1000块钱呀。不好，二舅人欺负了。怎么减少？那我给你1万，我把你这个下等的贱人半条命了，你都嫌我不稀罕？你装什么色？跪下！得了林家大小姐的身份，你是不是很久没吃过这么贵的蛋糕啊？来啊，好好尝尝。吃啊！吃啊！虚伪，你虚伪已经向我们家珍珍求婚了，并且承诺给珍珍500万彩礼。林倩，你是不是很羡慕？当初啊，你妈倒贴钱也要把你嫁给虚伪，原来早早知道你是个赔钱货。凭什么这么说我妈？要不是当年我妈花了1000万帮你们徐家填窟窿，她会为了资金问题大雨天开车出门吗？是你们徐家害死了我妈。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你妈的骨灰都被人扬了，你还在我面前提你妈？你以为你还是那个人人都要捧在手上的千金大小姐吗？你说你穿的这个衣服啊，还有这个味道，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才跟你有婚约。要不是我妈当年资助你上学，你能像那样穿着衣冠禽兽站在这儿吗？难怪我妈去世之前让我跟你分手，你就是看着我们家的钱。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初要不是你妈那几千万的彩礼，就你这种货色给我还不要。给你管气儿。
你给我戴绿帽子！竟然敢打我，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失去你妈的庇护，你什么都不是。阿咪遇到危险，我们会去救的。二宝、三宝，你们一队；四宝、五宝，你们一队。出发！你再往前一个试试。来。没想到我们谈了五年的恋爱，今天这么对吗？你下贱无耻，还敢给我戴绿帽子？是徐真真他们母女俩陷害我，我是被下药的。那也是你天生淫荡。哎呀，世伟，你跟他说这么多做什么？你要是实在生气，以他现在的身份，我们踩死他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的好姐姐，现在世伟是我的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啊！还有这个，我妈那颗浴火重生。对呀，你那个贱人妈藏了那么久，最后还不是我的？你们不配戴我妈的宝石，把宝石还给我。你们怎么来了？哟，这就是你生的小野种，居然生了你！这就是那两个小野种，来，我看看，长得像谁？你别过来！滚！你进去！过来！放开我！放开我！哎，我想救他们呀？可以啊，跪下来求我！闭嘴！你敢欺负我们妈咪，就让爹地打烂你的屁股。那你倒是说说，你那个野爹是谁呀？我爹地就是顾渊。顾渊，你说他是江城最神秘的那个顶级富豪顾渊，他是你们的野爹？吹牛了，你不打打草稿？我不爱我。闹什么闹？爸爸，你看，姐姐给你生了两个好外孙。不知廉耻，赶紧给我滚出去！不用你赶，把宝石还我，我自己走。你妈早死了，她的呀，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宝石是我们林家的传家宝，你不配戴。住嘴！这就是你跟你妹妹说话的态度，跟你妈妈一模一样，高高在上，目中无人，跟你妈一样让人讨厌。要不是我妈当初可怜你，你江大强今天能站在这儿吗？你现在嫌我妈高高在上了，当初为了钱，你是求着入赘林家的。你给我住嘴！妈咪，你别害怕，妈咪一会儿就过来。哼，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样的野男人才能跟这种荡妇生孩子。谁才是荡妇？有些人知三当三，是一脉相承了。说什么呢？这个小贱人，撕了你的嘴！我住嘴！出言不逊，快给你母亲道歉。我只有一个母亲。他不配。你会真以为你妈是出车祸死的吧？陈真，让我来说。妈，你怕什么？林姐现在就是地上的一只蝼蚁，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碾死。怎么，你还怕他知道真相，给他妈报仇不成？什么真相？你妈当年出车祸，并没有当场伤。是因为江城交通管制，救护车来不了，才耽误了治疗。你妈呀，是血一点一点流干死的。你知道江城为什么会交通管制吗？为什么？是爸爸干。是你们。手不露，放开你的屁股！
啊，还有你们两个小野种，把他们腿打断，给我送到街上去乞讨。你们放开他！放开我儿子！糟了，计划失败了，妈咪有危险。放开我儿子！你就不怕不会来找你们吗？别吹牛了，今天就是你这些小野种的忌日。别伤害，求你别伤害他，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现在知道求饶了，刚才嘴不是挺硬的吗？我呀也不是铁石心肠，你想保你的孩子嘛，也不是不行。那你说我要做什么，我什么都可以做，你说不要伤害我，求求你了。男人跪着从我腿底下钻过去，你钻一次放过一个野种。跪呀钻呀，像狗一样钻过去啊。钻呀还不会吗？难道你不想保你的孩子吗？不跪了。谁敢欺负我的人？许真真，我告诉你，没那么轻易放过。限你一个月之内把我妈所有的财产转移到我名下，还有。给我滚出江城！飞弟，你打完坏人，我真开心，但是我肚子饿了。那，爹地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好啊。走。哎呀，我要不要跟他说实话？我其实是母的，万一他跟我抢孩子怎么办？算了，保住一个是一个。洋洋，你藏好了啊，别让闺女找到你。这些年辛苦了，不知道洋洋藏到哪儿去了，他还没吃饭呢。这些菜不合你胃口吗？我全换了。不用不用，合胃口，挺好吃的。那饭吃吧。嗯。月月，吃东西淑女一点，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妈咪，月月从来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有爹地真好，你们以后想吃什么爹地都让你们吃吧，好吗？爹地真好，我超爱你。快吃吧。哎，哥，我先哥哥吃不到，我先出去一下。声音怎么了？没事，他就喜欢一个人自己在角落吃饭，没关系，不用管他。我先出去，你们慢慢吃。我吃啊。快点吃，再慢吃的话就要被爹地发现了。星星，星星，星星，你怎么自己躲在这儿吃饭呢？你才是星星，全家都是星星，
给人当弟弟，竟然连人都分不清，懒得理你。你怎么不说话呀，星星？走，回去吃饭。我不是小孩子，我不想牵手。行，不牵手，你这小子，走，走，快吃饭。这小子真行啊，刚才一直躲在角落里吃东西。怎么了？没事。这小子刚来还那么活泼呢，怎么现在一动不动？顾总，你眼神可不太好。冰姐，我想带着你回顾家。来，宝贝们，过来。这样，星星和月月，你们跟我进去。洋洋，照顾好四宝和五宝。妈妈一会儿就出来，好不好？带他们去玩吧。哥哥，妈咪为什么不带我们进去啊？妈咪不想让我们弟弟知道我们身份。可是，我好想看看里边长什么样子呀。嗯，安娜，跟我来吧。如果妈妈带点吃的出来就好了，那些吃的我都没见过，肯定很好吃。好啊，我们开眼就走吧，别给妈咪惹麻烦了吧。你们是谁？哎呦，奶奶，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没事，那几个孩子呢？医生，我奶奶怎么样？顾总，老夫人病不大，和她一起的三个小孩在隔壁房休息。三个？三个白白胖胖的小朋友，有一个跟星星长得一模一样，可像你小时候了。跟星星长得还在隔壁房间？嗯，奶奶，过去一趟。没事吧？妈咪，对不起，我们没有听你的话，我们偷偷跑出去玩了。妈妈说惩罚就惩罚我。你们没事就好了，以后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知道没有？知道了。阿渊哪，那几个小孩子真的长得很像你小时候，奶奶看见他们就像看到了你小时候一样。咱们顾家家大业大，有钱有势，可惜子嗣单薄，千万亿的家产没有人继承，少奶奶的位置一空也是这么多年。阿渊啊，咱们顾家的骨血无论如何都不能流落在外面。